今天练习个圆网，看我的动作。转身时要慢，网坠向后摆动，网坠上扬，反手腕，右手发力，左手跟进。这个动作是转身发力时，腰部的力量配合着网坠的转动，慢慢发力，由慢打快。就是通过转身把力量全部衬到网坠上面，让它带动着网身向外飞。网出手时，两手要全部发力，右手出手时不能往回带动网底杆。